OK 啊，开回 video 啊，我讲这句先啊。所以刚才的吼，你看，对那个恩童，哎呀，他还没有 connect 到声音。等下啊，开回 video，来，陈恩也是开 video，开一下 video 啊，OK，OK，说吼，这个啊，大家这个是刚才的啦哈，其实我们是加了后面东西吧，是不是啊？哇，成人的够好，因为我什么都看不到。哎 对，这个灯也是不错啊，这样啊，就是好像又看到啊，可是其实我是看不到你的。也 OK，这么恩童的 connect 这样久，所以我要讲的是哈，其实啊，你们可以这样啊，就是这个是好像该这样，其实我是尝试要画表出来，只是我在那边画不了啊，所以你画那个，你可以考试的时候啊，你就这样加多两格咯，一个是八仙绿，一个是那个那个什么啊，这个。角度的咯，你知道吗？那个恩童开 video 啊，OK，没丢刚进来，所以你看啊，考试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你就画下去就对了，OK。说这个总数哈，那个人数本来呀不一定是一百，你知道吗？好像和你看这一题，这个课本给的啦，它的总人数是你几多啊？347197哦，说好像刚才你算哦，假设我叫你算日本，你就要拿238378在上面。下面放什么？放这个 zoom 啦，347197咯。然后乘八仙力，你就乘100啊，它就得到69，一样的分数啊。可是你再算角度，你就乘360，明白吗？所以这个总人数呢是他给的，他没有给，你要自己加完起来。OK，这个八仙力总数一定100了的，角度的总数一定是360了的。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没有东西的，最主要我们自己算出来了。OK。啊，所以这个是画的。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懂，你要跟我讲啊，你可以 message 我还是怎样啊？OK，Mendasio 也是一个问题，Mendasio 啊，Matthew，OK、okay、啊，这个 Mendasio 啊，你记得吗？上一次哈、啊，我们同一好像是同一个 bug 啊，是不是同一个 bug 啊？我们有学讲 Mendasio 那些 Jadot 那些 graph 对不对？有重点的哈、哦，不是这个 bug 啊，我现在找回去一下，一下下啊。其实我们也是算是快了的，因为我不懂有没有快，因为我不懂你老师教第几课，因为我们第三课已经学了，哦，好像是第一课，你看一下啊，给恩童看一下这个啊，诶，不是，是课本，第一课这个，Part One。你们也复习一下，我们看一下它跟 ChatGPT 有没有差别。它的 DeepSeek 就是讲哦，它会叫我们写一篇东西啊，来解释你看到什么的嘞，知道吗？哎呀，这什么？哎呦，今天它有点卡，我不懂它为什么这样。就是我们要写一篇东西来讲啊，你在这个图啊看到什么重点啊，这样咯。啊，你们记得吗？那一面，OK，看一下在哪里有啊？我看一下啊。我也写中奖了，一看就看到了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在你课本也是这样写啊。你 Form 3的课本可以这样啦，Form 1 2的就之前这样用没有用，因为 Form 1 2的啊，我们写了哦，等下你要还书了哦，是不是？所以去年前年我就没有叫你写课本啦，今年你要写课本是可以的，不过我找你老师啊，可能会叫你还书还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写蓝笔那些咯，不要用原子笔咯，用铅笔 OK 的啦。下一个学生会感激你啊。哼，是啊，哦，我们 W 是后面的部分来的。哎，很卡，不怎么。啊，这里，OK，你看啊，我们看回那个重点就好，OK。这个中间这个不要管它，OK。它的第一段呢是写啊，这个 graph 们就干什么？你记得吗？写它题目下去。等下我还是动不到。哦，这个 Jadot 们就干什么东西咯？写它的题目啊。好像这个题目呢是他们怎样去学校，他们去学校的方法，所以我这个是抄题目的。所以 Jadot 啊，这个 Jadot 是 Jadot 1.5吗？我们就干查了，然后抄那题目哦，穆瑞丁嘎丹迪哥什么啊？他们将来学校咯，将来呢就是这几个咯，大概简略一下。OK，第二段写什么呢？它的数据了。第二段的数据哈，我们写啊，最高的人数啊是加兰嘎基的12个人，接着就是 Bus 7个人。接着是格雷达5个人，接着是轿车4个，接着是摩托，最少是摩托2个。第二段就是这样，全部报告一下，很容易的哈，很容易哦。暂时，第三段是怎样呢？
第三段我们叫 easy 的 C right， 就是讲我们自己解释一下数据。重点啊，你只要解释至少啊，你要解释最多跟最少那个。比如说，很多人走路去学校啦，这边为什么呢？哦，因为很多人住学校附近，只有两个人搭摩托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可能住比较远，或者是呢，因为这两个人哦。啊，他们是 form three 吗？你看到吗？顶个蛋散，因为这两个人呢、啊，可能他们有考到车牌了咯，你可以这样讲啊，你知道吗？自己想到这个，给他合理的就的 idea 就可以了。OK， 总结怎样的总结啊？简单的讲过最多跟最少。Sebagai rumusan， 啊，这帮人呢用各种方法来学校，最多的人走路，最少的人搭摩托车，完了咯。你看好像哇要写这样长，其实一样的。 OK， 第一段题目抄题目啊，你讲 Raja Menu 就干这个。第二段把数据每一个写下来。第三段自己想一个解释，给最高跟最低，最少要写到最高跟最低。最后小就是一个小结尾，重提一下最多跟最少是哪一个资料，看到吗？恩童，这样你明白吗？很容易理解对不对？我们啊，明白啊。哟，很大声，有被吓到。OK， 所以我们看一下 Chatterby 怎样啊， Chatterby 啊， OK， 其实是一样的。所以首先总之有四个重点就对了，它不一定分四段，不过有四个重点。 Chatterby menunjukkan， 哎，这是第一个重点题目。 OK， 啊， menunjukkan kedatangan pelancong mengikut negara asal， 啊， ke negara bahang 啊， pada tahun 这个你可以先抄的，那个句子可以改的。 Yaitu 什么国家呢？ Japan, Thailand, Australia dan America Syarikat， 看到吗？他有讲到 Japan Thailand、哦、Australia America Syarikat、啊、OK 哦，题目第二 OK， 第一个是题目啊，你可以在你的课本、哦、写这个，好像我刚才这样来写啊，你看我一看我就看得到、哦、我就想到我写了什么了，因为用华语蛮快。 OK， 打字有点卡。 OK， 接着呢第二个重点，全部东西报告一轮对吗？给我们看啊，jumlah keseluruhan 啊，这个你要报告一下、哦、总人数嘞、哦、总人数啊，bilangan pelancong是347,197人，总人数啊，你 jumlah pelancong 哦，对，刚才你的 chatterby 要写这个。 OK， 刚才你的 chatterby 如果还没有填的东西啊，填下去啊，总数要填下，不要紧，等下我再修答案给你看。 OK， 说、so, 总人数是这样多，讲一下总数，然后呢每一个报告一下啊，几多巴仙报告一下。所以呢 Japan 69%、哦、bilangan pelancong dari negara Japan 是这样多人 69%， 这个数据几多人呢？是这里来的，这里来的，他开始的时候给的那个数据几多人啊，几多人啊、哦、他的题目给的、啊、几多人几多巴仙、哦、每个要报告一下咯。 OK，啊，要完了的哈。然后，泰国几多人多巴仙 ？Australia 几多人多巴仙？哈，啊，美国的就这样报告一轮。OK， 第二啊，第二是它的数据。之前我是写什么了啊？资料啊，我写不要紧啊，我写数据啊，数据报告一轮啊，全部数据啦，全部数据报告一轮。OK， 第二个重点，接着第三个重点哦，我们可以讲。我们自己想的是吗？哦，这里他还有报告另外的数据，他讲最高啊，而且要提一下最高跟最低，最高的是日本，最低的是美国。哦，你可以的话，你忘记写末了啦，你就想啊，要想一下最高最低，你要在哪里写都可以，他要有这个 point 就对了。OK， 最高啊，然后最低。OK， 然后他讲。Perbezaan、哦、他有讲到差别，他给他多一个 point。 Perbezaan peratus dan bilangan pelancong 最高跟最低的差别他也给了，是 66%， 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差别，因为美国3%嘛，日本 69%， 差了 66%， 差了多少人也是算给他了，你从那数据看到吗？他讲差别、啊、最高最低还有差别他也有写。 OK， 接着啊，第三个东西是要写什么啊？自己想了，你记得吗？Easy 的习惯啊，自己想的不难的，自己想很容易拿分的。Easy， 喂、哎，跳掉了，嗯嗯，跳带一下。Easy 的习惯，自己想的解释，自己想的一个解释啊，这么日本这样高，这么美国这样少这样咯，
Kehadiran pelancong dari negara Jepun ramai cerita bahang kerana ingin menikmati iklim tropika. Inwei ne Reppon ren tamen hen xiang yao gan shou re tai de qi hou. Tropika shi re tai ya. Ni ke yi xie xia, okay? Xiang shou menikmati. Tamen xiang yao xiang shou re tai de zhege qi hou gen tamen de guojia sangat berbeza, ta jiang. Okay? Yao ge liang ge zui shao. Xiang de yao xiang liang ge. Di samping itu, faktor sosio budaya 我们的社会文化也吸引他们来到这边，还有 activity riada， 还有休闲活动也有。所以他们哦，他讲除了休闲活动啊，他们也来就是来做研究啊。Mereka juga berpeluang menjalankan kajian， 他们有机会来研究我们的 flora dan fauna。他给了三个哦，就是为什么人家来了，看到吗？为什么人家来哈？Sebagai rumusan， 结论。所以第四是结论啊。结论啊，可以提一下最高跟最低。在这里哦，他的结论只是讲最高的罢了。2016年来到彭亨州最多的是日本人，他的结论就这样哦。结论你可以重提最高最低，或者他这里只是讲最高的罢了哦，就这样。因为他觉得最重要是最高罢了嘛，看到吗？所以其实真的不难写，一二三四固定了的这四个点 ，OK。啊，你写在你的课本啊，这里有什么重点啊？你这样写坏字很容易看了的，所以这一课就完了的啦。OK， 你看啊，刚才你还没有我你 check 一下你的 chat 大白有这些东西，你再交上来啊。第一，有没有这个 ？OK， 第二 ，petunjuk 要有，你可以用颜色啦哈，比较容易。第三，这一个 jumlah 要写 ，jumlah penduduk 100人要写。三个东西，还有当然里面每一个的八仙率要写 ，check 一下有没有写到啊？三个东西啊，题目、petunjuk 还有总数，这个总数可能会忘记掉，所以你要写一下总数。OK， 它的 tafsiran 呢，你可以过后再读一读啦，一样的哈，跟我讲的是一样的了。它的 tafsiran 就是它讲解释，因为你看啊，所以这个是考试会出的啊。他叫我们画了 chatapai， 他叫你 tafsirkan secara ringkas。OK， 这个你不用怕，因为它只是四分，你只要提到四个东西啊，刚才所有东西你都可以用，你只要提到其中四个就可以了。哦，他叫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tafsirkan 了，是不是？是不是啊？我看一下，是咯，应该是啊，应该是四个罢了。那我要再 check 一下这个，我要 double check， 是不是四句就够？应该是不止四句了，我要 check 一下这个。OK， 所以哦，你看你要留意一下啊，他会要我们做什么啊 ？OK， 好，这里呢，OK， 我们下次再一起做啦，这一个哈，我没有给你功课回家做的了哈。不过如果你有时间你要做，你就做一下啦哈。下一次我再讨论这个，我们就进第三课，我们学了哈啊，我们会进另外的课还是怎样了？我再看一下，可能没有进啊，可能还是继续这一个做这个练习先。OK， 把你的那个 chatapai 交上来啊 ，OK。试一下脚不会脚跟我讲啊恩童你要 try 啊